台湾也跟上选秀潮流，全新新创一档大型的选秀节目预计将在10月上档。这次特别砸下重金邀请萧敬腾和林宥嘉担任节目的导师。林宥嘉和萧敬腾当年都是由选秀节目出道，对于这样的节目两人可以说是相当熟悉。对于这次担任导师，老萧说，我曾经不被相信这不是节目，更是个给人希望的平台。而宥嘉则表示，我累积的经验就是要在这里分享给努力的年轻人。而选择两位当导师的制作人表示，因为两位都属于慢工细活的谨慎个性，真的是用老命在开会，相当看好两位导师会如何带领这个节目呢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